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06面第五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盖为十方大士，若于阿弥陀如来，独相闻名见光之意者，介入如来之事，以闻名故，得毕竟平等之业。这是念老总结《往生论注》里面讲的平等啊，若如来家了，能得平等身口意三业。这个地方的如，就是指的往生，只要生到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能够得弥陀平等三业。这个信息比前面我们读过弥陀大愿里面啊，第20愿里头告诉我们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称为菩萨啊。什么样的菩萨呢？阿惟越智菩萨啊，无论你是从哪一道念佛生极乐世界的，也不论你带的业有多重啊，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这是弥陀48愿的加持。往生论注啊，这个信息超过了。20愿里头直说了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这就是阿惟越智的本意。那么论注里面这一段话，若如来家了，毕竟得阿弥陀佛平等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。得到的是平等的身语意三业，这个信息超过前面讲的阿惟越智啊。阿惟越智是圆教初住以上，
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阿惟越支菩萨，与佛平等的身语意业超过了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妙觉位，圆满的果报啊！我们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有问题，黄念祖老居士不会把它引用在此地。引用在这个地方，那就是肯定他说的没错。所以总结论著这段意思，盖为十方大士，十方往生的人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称大士。为什么？他们确确实实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才能往生。不符这个标准呢，不能往生。这些人若与阿弥陀如来独相，你见到他，没有说什么方式见到他，做梦见到他算不算呢？应该也算的。他没有说此地这个独相梦中见相不算，他没说这个，没住这一句啊，没有这一句，那梦中梦到也算数啊。那何况是其他？你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你见到画像，见到塑像，都是你曾经见到像啊，文明。听到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名号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听到这句名号，见光，佛像放光，名号也放光，知意这个比较难一点。一定要有，为什么呢？读诵经典呢，就知义呀。对于阿弥陀佛的心思，你了解。阿弥陀佛念念不舍众生。我们从四十八愿来看，念念都是要想度脱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特别偏重在六道轮回里面苦难众生。介入如来之时，往生就是入如来时，一文明故啊，得毕竟平等之意，毕竟就是究竟圆满的平等，生于一三业。这么说来，往生不就是成佛了吗？这不是假的。可是经中也确实说了，是待业往生。
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，到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两样。这就是所谓难心之法。你要问问任何菩萨，他都会摇头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哪有这种事。可是在这部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是释迦弥陀亲口为我们宣扬的，当然不是妄语。啊，我们相信世尊说法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。所以我们相信啊，佛说的很好，至于极乐世界这些事情，他说为佛与佛了方能究竟，这一句话把我们的疑惑化解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事情非常特殊，啊，只有佛与佛才能够究竟明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以下，对于极乐世界的状况还是模糊啊，不十分清楚啊。啊，那又何况我们凡夫？我们听了，唯有两心。身心不移，依教修行呢，我们就得利益了。下文说，于此愿之，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全然一位。往生论注说的跟这段经文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文明正立身法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以文明故得住平等法中，即住于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的人，最低的阶层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我们真正有智，有什么智？立志在这一生当中永脱十法界，
不只是六道轮回啊，啊，永远脱离十法界，这一生呢就证得究竟圆满，依这个法门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问题是真能把这个誓愿我们讲清楚一点，明白一点，设法界的缘呢统统放下，你才能去得了。啊，设法界的缘放下了，还能帮助众生吗？难。度众生而不着度众生的相，就叫妙用啊。普度众生是随缘，不着度众生的相叫妙用。妙在哪里？妙在诸诸法实相。普度一切众生，妙在此地啊！啊，可不能着相啊，相一定要放下。放下之后的相也是度众生，那个相也是度众生，相是表法嘛。啊，生于一三业习度啊，三业普度啊，这叫平等度啊。下面引用汉译，清净平等觉净上师，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这个经文汇集本采用了，故知十方大师闻佛名号智性性要，这一句重要，真心呐、啊，性是真心，要是爱好啊，爱好什么呢？爱好西方极乐世界，爱好阿弥陀佛，爱好遍法界虚空界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同志们啊，志同道合，这叫志心信要啊！啊，以平等心念平等觉，如是安住，这三句话一定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。什么是平等心？与一切法通通不再执着，不再分别了，那就是平等心。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不平等了。为什么我们放不下？这放下这么困难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
我们不知道一切法的真相。一切法真相是什么？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把一切法用现在科学家的话，把它归纳到三大类，再分类分到三大类。科学家分的是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佛法里面也分作三大类，无明业相就是能量，转向就是信息，境界相就是物质。那我们再用一般人普通概念里面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种种说法不相同，其实一个意思，毫无差别，全是幻象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大乘经教里头把这桩事情讲清楚了，宇宙万法的体性、相状、作用，叫体相用，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相由性无，所以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事有理由，如果我们真的把它认识清楚了，你的心自然就得平等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于一切境界当中啊，不会起心动念的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得平等住了。可是我们纵然得到，习气重啊，习气太难断了。往生到十宝庄严土，经历41个阶级，把这习气断干净了。这41个阶级多长的时间呢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是从这一句话来的，有根据。不是从我们现在学佛开始，不是的，也不是我们多生多世累劫之前开始学的，这都不算。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那一天开始，三个阿僧祇劫，也就是说，你那个起心动念的习气没了，这个习气没了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没了。所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宝土的一真庄严在内，不在外。包括它在内。没有一样不是虚妄的。
啊，我早年读《大般若经》，我只看一遍，啊，我总结了12个字。600卷《大般若经》讲什么？讲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如果真正体会了，恭喜你，那就是如是安住啊，得平等住，你的心就安在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能够安住在这四句话里头，你就得平等住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会再有分别之处了。啊，可是习气还在。啊，习气不爱死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会干扰你的境界，不会干扰你的信心。那么这也是得平等住的大意，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，即是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现，但能念念相即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曰得平等住。这是戒归道，净宗法门。念佛功夫上，我们看到现在有没有呢？有，我相信不少人。这样的人往往为大众忽略了，没放在眼睛里头。哪些人呢？老太婆、老阿公，你看他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管问他什么，他回答你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他也没有是，他也没有非。不管你问他什么，他统统是阿弥陀佛。往生的时候，欲知是知，瑞相稀有，为什么？他住平等住啊！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也没有，也不要了，真的不要了。可是你要是碰到他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还在念阿弥陀佛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表法，那是教你的，自己已经成就了，那种
威仪有责。啊，他教你这个秘诀，这个秘密的方法，就能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又想学这个，又想学那个，那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，你跟佛没有缘，是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你的缘没成熟。啊，没成熟的人很危险，为什么呢？怕堕三恶道啊，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啊，那叫天长地久啊，不知道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出得了人头来啊，你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啊，大乘经教，你看看这一部经书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，引用了193种经论。句句都是提醒我们，放下万缘啊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诸平等住啊。要真正的认识这一句佛号就是实相，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。你念这一句佛号，你的心，你的身就跟法界全体融成一体，你就回归实相啊，回归法界了。啊，再说的现实一点呢，你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实相里头没灾难，法界里头没有媳妇。啊，即是诸法平等体性，这句佛号，你看看多不可思议！诸法平等的体性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但能念念相即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那你真的得平等住了。念四个字六个字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啊，念四个字行，念六个字也行就像地仙老法师平常教人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再念。你看多自在啊，一丝毫的压力都没有。啊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一醒过来接着再念。这叫净念相继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。锅炉匠念成功了，你看三年
欲知实知，没有生病，站着往生。死了之后还站了三天，等他师父替他办后事，站了三天了。大概在40多年前，将近50年的样子，40多年前，我在佛光山教书，佛光山有个长工告诉我，他们的邻居一位老太太，念佛，也就是一句佛号，念了3年，也是欲知实知，站着往生的。他亲眼看见的，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那个时候带了差不多10几个学生，夜晚月亮非常好，在一个小池塘旁边，我们在讨论佛法，他走到我们圈子里头，给我们讲开示，劝我们念佛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也是念3年。这样的例子很多啊。我在美国，甘老居士告诉我的。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佛友，儿子们都在美国念书，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，结婚了，生小孩了，就把母亲接到美国去照顾家，照顾小孙子，做家事。老太太无怨无悔呀，每一天照顾得非常周到，住了几年，孙子可以送到托儿所了，应该是4、5岁，他每一天料理家事，照顾一家人生活，没有人看到他念佛，他真念佛，他在家里哪儿也不去，往生的那一天早晨，早晨都是他煮早饭呢。儿子媳妇孙子起来之后，没有看到老人今天煮早饭，感到非常奇怪，把他的房门推开了一看，老太太衣服穿得很整齐，穿了海青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叫他也不答应，走到面前细细一看，他已经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。
啊，欲知时知，怎么知道欲知时？他床旁边摆的有遗嘱，交代后事，写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还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，什么时候做的也没人知道，一分一分分，后事他都自己都安排好了。这个消息传到这些佛友，大家都去看了，念佛送他了，他已经走了。没有不感叹的，啊，他这一表法，你看度多少众生，让这些念佛人都生起信心，也生起惭愧心，跟他比不如他了。人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功夫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此地说他得平等住。秘诀就在此地，你的功夫不能成功，就是你心里头还有妄念，你心还不平。啊，你心里面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啊，还有得失这个习气没放下。所以虽然念念相继，你那个念念里头有夹杂，有问号在里头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听经闻法重要。为什么？经教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通达事实真相，你才真放下。啊，给诸位说，真放下不是事实放下。啊，就像旧金山这个老太太，她每天工作，事她没放下了。什么放下了？念头放下了，不容易啊，情执放下了。你看，他的儿孙，那情执放下了。啊，这是最难放的。啊，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一切，他统统放下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丝毫的留念呢、啊，这才能住平等住啊。我们没有办法到这个境界，实在讲，你还不平呢、啊。你的心还不清净啊。还有染污啊！啊，染污什么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你还会起心动念，就是染污。啊，遇到什么呢？合自己意思的，你生欢喜心；不合自己意思的，你不欢喜，你还会动这个念头。这个念头叫染污，心本来是清净心，被染污了。心有高下了，这就不平了。有染污，有不平，对吧？念念相继也不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把你那个清净平等破坏了，都是自己放不下了，别怪别人，
别人没有过失，六尘境界里没有过失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也没有过失。过失在哪里？过失是第六意识的执着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莫那的执着。过失是在这两个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没有过失。所以法相唯识学家告诉我们啊，转是成智啊，六起因上转，五拔果上转，果上转没问题，就是你因一转呢，阿赖耶跟前面六识跟着就转了。六七不转，他们两个你用什么方法你也转不过来，你没法子转啊。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功夫用在什么，就是用在第七不执着啊。你看你执着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你能把四大烦恼控制住了，莫那就转了啊。第一个知道无我，我见嘛，这是根嘛啊，我爱，我痴，我慢啊，这就是贪嗔痴三毒啊。啊，头一个破我见，真正做到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那不就平等住了吗？看一切人，看一切事，看一切万物是什么，全是阿弥陀佛。一颗真诚恭敬心，对什么人都笑眯眯的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万物通通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住平等住啊，这不得了啊。住平等住是什么人呢？阿惟越致菩萨。我们能学到吗？从理上讲能，人人都能，只要你肯放下，没有人障碍你，没有任何事物障碍你，障碍你是你自己的莫那跟意识。啊，莫那跟意识也不是坏东西，你真转过来了，你看莫那时就变成平等性质啊，第六意识就变成妙观察智，无是坏东西啊。没有一样不好啊，啊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。问题是你会不会？啊，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分享，更重要的是要在一起提升呢。啊，学院同学们提升，这学院就是小型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
诸上善人创造的。释迦牟尼佛在小本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，说得很清楚啊，那个地方的居民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我们能依教奉行，大家就是诸上善人。为什么呢？至心信要，以平等心念平等觉，如是安住，这是诸上善人啊。那学院就是极乐世界啊。要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不念真念，一天念到晚，从来没休息。那什么叫无念呢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者无受者相，这叫无念。声声佛号啊，都是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。这什么境界呢？这是自信，发耳如是流露啊。这是弥陀，谁是弥陀？自己是弥陀啊！弥陀无尽的悲愿，戒引众生呐、啊！啊，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如是心行。啊，你以如是心，如是心，这是真菩萨心啊！啊，怎么说真菩萨心呢？化身菩萨心啊！我们现在不是化身菩萨，真能行菩萨心，那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，也就是说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，没到极乐世界，在此地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。我们自己真做到了，就影响周边的人，周边人做到了又影响周边人啊，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。这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，啊，普惠众生真实之力，普是普遍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没有国籍的分别，没有种族的分别，没有信仰的分别，没有男女老少的分别，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。这
是真平等啊。啊，这叫普，会是给予。啊，普遍给予众生真实之力。真实之力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真实之力。啊，故曰修菩萨行。啊，这是真正修行。真正实实的在修菩萨行。如是修行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之功德根本。修行是因，有因必有果报。啊，果报是什么？你看，自然具足，不是勉强的。啊，具足什么？一切佛果。一切祝福，无量界修行的果德，功德的根本呐！啊，这个功德的根本，给诸位说，就是这一句佛号，通通都皆归在六字洪名上。如慧疏曰：“菩萨六度，一切功德之本，故曰德本。”啊，菩萨所修的布施。布施是放下了，放下是妙德了，啊，布施是随缘妙用啊。持戒是威仪有责。人如是四德里面如何自知啊？啊，后面精进是带众生苦啊。你们诸位想想对不对？啊，幕后两个禅定跟般若都用在前五度之中啊，前面四度布施里头有定有慧，持戒里头有定有慧，忍辱精进都是有定有慧。菩萨的德本，我们学了要会用，越用越成熟，越用越善巧。你不用就生烦恼，你会用就生智慧。不但生智慧，定在其中啊，像华严经的玉香长者，啊，那是个修禅定的人啊，
没离开世间相啊，在哪里入定啊？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不会入。人家的眼见色，眼在色相里面入定啊，这怎么个入法呢？啊，眼看到外面的境界相，什么都看见了。啊，入定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眼在色相上入定。啊，他样样都清楚，都明了，那是智慧。如如不动啊，那是禅定啊。那而在音声里面入定，开智慧了。啊，鼻在香气气味里头入定，舌头肠胃啊，在饮食里面肠胃里头入定。你们去想想看，这叫随缘妙用。啊，我们起分别、起执着，里面跟着连带起就是贪嗔痴慢，一起都来了。啊，凡夫日常生活当中起这些东西啊，啊，生六七情五欲、贪嗔痴慢，菩萨不生这个，生智慧啊。这禅定的作用多大？禅定不是盘腿面壁，盘腿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！啊，禅定应该用在生活当中，活活泼泼。到禅定躬身的时候，才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这入平等境界了。啊，所以这叫德本。啊，第二个意思呢，选择摄取果号，能留除六度万恨呐、啊，为众德本源。这个卦谱里讲，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。啊，这个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名号为众德的本源啊，万德之根本啊。你们诸位想想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众生都懂得断恶修善，啊，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古老的玛雅族的预言说明年是世界末日啊，2012啊。我在海内外遇到不少同修就这个问题来问我，大家都感觉到惶恐不安。
啊，问我怎么办？啊，我回答他们，灾难可能有。这不是一个肯定的答复，模棱两可，肯定不是肯定，啊，可能有，能不能化解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连外国的科学家都说出，啊。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觉悟，啊，真正能够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，这个灾难可以化解。纵然不能完全化解，会大幅度的减轻。不会造成世界末日，我相信这句话。啊，又有科学家提出一个数据，告诉我们，他用全世界人口的总数1%的平方根。啊，这样计算大概多少人呢？他大概8000人。也就是说，地球上能够有8000人回头。啊，像刚才说的，有8000人真正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，就能拯救地球。就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。啊，有人怀疑啊，地球上现在据科学家的统计，大概是有65亿人呢，8000个善人能救得了吗？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说，说得很好，叫邪不胜正。65亿人呢，邪知邪见，邪见邪行呢，8000人正知正见，正念正行。就能帮助这个地球化解大灾难。我相信这句话。那8000人有没有呢？我相信肯定有。啊，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善行人士不止8000万呢。全世界，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信徒加起来，超过21亿人呢。伊斯兰教的信徒，超过15亿人。佛教徒没有正式的统计，概略的估计应该有6亿人到7亿人。这么多人里头，难道没有8000个善人吗？
我不相信啊。啊，肯定有啊。这些人心地善良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看到众生造业受报，能没有慈悲心吗？啊，有慈悲心，他真祈祷啊！啊，真正代替这些造业众生忏悔呀、啊！啊，所以我相信啊，明年还是非常可能平安无事度过。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种祈祷，集体意念的力量、能量非常之大，科学家也承认。啊，但总是治标不治本。啊，要治本，一定是有大多数的人回头向善，这个社会才能得到长治久安，地球上居民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美满。那这不是祈祷能办得到的，这要用教育，圣贤教育，宗教教育啊，所以宗教教育要认识它，要研究它，不能说它是迷信啊。如果你不研究不认识，以为他是迷信，排斥他，远离他，灾难就先前了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过去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要解决20亿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了。这三家了，又如顶之三足，却已就倾斜了。啊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长治久安，就靠这三家，这三家教学相辅相成啊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啊。啊，我今天我想要儒，佛跟道不要了，儒也没有了。啊，有一个，肯定三个都有。一个没有了，三个都没有了。啊，三家是一体呀。都认知宇宙万物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
佛经里头讲的特别详细。啊，所以汤恩比特别提到大乘。啊，我们先前遭遇到这样的困难，肯不肯向如实道里面去探讨呢？看看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呢？啊，我们在做，做到今年是53年。啊，我们用科学的工具，大概是20年。啊，我们用网络有20年，我们用卫星，到今年是第9年了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相信我们这个小圈圈里头，就不止有8000善人。啊，我们在一起真正学佛的，真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！啊，53年在一起学习。深入经藏啊，啊，经典里面这么多的意趣，我们才能看得出来，啊，才懂得它的意思，啊，知道如何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啊，真正做到了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啊，对于释迦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。我们有深信，有切愿，我们有信心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真放下了，啊，不再有丝毫的贪念了。为什么？知道万法皆空啊，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住平等住，得大自在。啊，得到的是清净美满啊！啊，方东梅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说：“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”我们每天不离开老师。啊，念念想着老师的教诲，老师的恩德，啊，把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间解脱出来了。这个恩德超过父母啊！啊，如何报答？那就是认真学习。啊，张家大师叫我放下看破，啊，就能其如如来境界。啊，一教奉行。
这是报恩啊。把自己所学习的、所体验到的点点滴滴，利用这个机缘与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这是所谓的弘法利生。啊，我得到好处了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得到。啊，我证明了佛法所说的。啊，这60年，学佛60年了，证明佛在经上所讲的，施财得财富。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为得健康长寿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越施越多，啊，修三种布施的快乐乐不可言呢。这人生第一等乐事啊。啊，你要能做到施而无施，无施而施，入佛境界了嘛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第47愿，文明的人，啊，1、2、3人，仁者安仁也，仁这个字。是会意思啊！你看它的相，下面是心，上面是刃，是一把刀，刀插在你身心上，你还能不能安忍啊？前面讲的安住，若无其事啊。啊，从这个相字的相，你就能体会他的意思。特别是在逆境里头、恶缘里头，要能忍啊，要能让啊，要能放下。啊，我有他要给他就好了，何必计较呢？啊，钱财我用他用都一样嘛，啊，他要就给他嘛，欢欢喜喜。如果命里面有的丢不掉，愈施越多啊！命里没有的得不到啊！无论用什么方式，你所得到的都是你命里有的。你说你不是冤枉吗？啊！你用不正常的手段所得来的，命里有啊！充其量说，你得来的时候提早几天，
如是而已。用不正当的手段所取得的，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那个代价是什么？寿命。比如说，你有100年的财富，我用不正当的手段呢去取得，50年就把100年的财富通通取得了。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？你50岁就命中了。你把你100年的财富花光了，你要付出这个代价。这不值得吗？如果你要随顺自然，中国古人讲啊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如理如法的取得。你能享100年呢？你长寿啊！所以了解事实真相，它不是人力可以能得到的。为何必呢？那么佛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啊，原来这些资深之具，包括聪明智慧，都是从布施得来的。那我多修因多好呢？越施越多。多到你想不尽的时候，你说100年是你的寿命，100年到了，你的福报很大，还没享完，那怎么办呢？延寿啊！你会活到110岁、120岁、130岁、150岁，这延寿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有一个学生，一个老比丘，160岁，是学生里面年龄最长的。所以人看破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才肯真正放下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不下了。明了之后啊，自然他就放下了。所以学习经教是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。真正功夫就是放下。我们看下面，为己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人，康僧开的本子，法人者，法为所证之矣，心安于法为人。佛所说的法，是佛所证得的理。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的心真正安于佛的教诲上，这叫人呐！我们真正照做。没有学佛之前，你叫我布施，我很难做到。为什么呢？钱赚钱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哪有那么轻易的给人呢？
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再困难我们也会帮助别人。啊，我还有一碗饭，我会分一半给别人。我明天虽然没得吃了，啊，今天还能过得去，我今天也能让一半给别人。在没有搞清楚这个道理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没有明白这个道理，甚至于学习一些不正常的方法，啊，去取得一些财富。明了之后啊，这些念头统统断干净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生没有跟人化过缘，没有问人要过钱，或者是一切财物，没有。问人要的就是一钵饭，一钵饭不一定是一家供养的，啊，每一家吃剩的还有一点点，啊，给他一点点，才带到第二家去吐，啊，所以佛陀博士规定七家，啊，可以吐七家，吐一碗饭。如果一家给你给的多，你能吃得饱，就不到第二家去了。啊，七家要是还拖不到，你就不必拖了，回去。回去是有同学供养你。啊，拖钵拖到之后，不是一面走一面吃，不是的。啊，钵有个盖子盖好，回去之后大家在一起把饭倒在一起混合在一起，在里面取，自己吃多少取多少，这一钵千家饭啊，这话是真的。因为佛弟子当年是1255人，每个人就托钵混合在一起，真的是千家饭啊。所以托不到也没有关系，回去一样分到彻底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没有向人求任何一点东西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啊，衣服是到垃圾堆，人家衣服穿坏了，丢掉丢弃了，把它捡起来，洗洗干净。还有可以用的地方把它剪下来，不能用的就不要了，啊，这样拼拼凑凑缝起来，这一件衣。啊，小块的，像我们现在打的衣，25条衣，你看一个一个，那就各个地方剪起来凑起来的，布料不相同，颜色不一样，啊，缝制好了之后染色，染成这种颜色，啊，这个颜色是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黑色混合在一起，啊，叫染色衣，啊，一生不麻烦别人。啊，世尊
也允许出家人啊，自己盖一个小茅棚，遮蔽风雨，可以在山上砍几棵树，自己动手啊，盖个小茅棚啊，砍树3天前要祭树神，请树神搬家。3天之后啊，你才砍这棵树啊，你要用它啊，不能够设施不通知啊，随便去砍呢，这个不可以啊。啊，所以你想想佛菩萨的用心啊，佛弟子们依教奉献呐。啊，今天很多人说，我化缘是做慈善事业，做好事啊。中国古圣先贤跟佛菩萨没有两样，多主张多事不如少事。少事不如无事，你要化缘去做好事，你已经错了。你天天依教修行，把功德回向给十方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好事。其他的好事不是你做的。有人把钱送给你了，请你做好事啊，你怜悯他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好事，这个可以做的。最好怎么样呢？钱不要经手，我教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去做。啊，印经是个好事，大家都知道的。财师法师，国报得财富得聪明智慧，一举两得，好事啊。我们印大藏经，你把钱寄给那个书店，寄给印刷厂。不要给我，我把那个印刷厂的银行号码告诉你，你自己去记，不用经手啊，别去找那个麻烦了。啊，建道场，再问问你建的那个厂里头真的有道吗？如果有道，大家真的得福了。要没有道呢，那你造罪业，那些人也冤枉了，也被你牵连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帮助你造罪业，错了。佛教当初传到中国来，道场这寺院庵堂国家建的啊，那个时候帝王信佛，帝王学佛啊，他们是佛门的护法了啊。出家人没有到外面去化小缘的啊，所以我一生没有见到这啊，图文巴这个道场啊，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道场是大家群策群力
发心帮助这一批年轻的出家人，这物资辈成就他们呐、给他们一个安居的养道的一个处所啊，所以这个道场没有金蝉佛寺啊，没有法会啊，这个道场里面只有教学啊，学习经教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向政府注册，啊，政府很难得同意我们用学院的名义，啊，宗教团体学院的名义，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听说住了三四年，政府来看，啊，看完之后，他告诉我们。他说你们不是宗教，你们是学校。啊，政府承认我们是学校。啊，学校就得开学招生呢，是有这个计划。啊，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师资阵容不足。啊，希望在学院。无论是在家出家啊，认真学习啊，经教能够真正学好一两门，你可以教了我们就招生啊，正式对外招生啊。那为什么不向外面聘老师呢？外面聘老师跟我们的知见不一样，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会把这个道场扰乱啊！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学院是净宗专宗学院啊，专修净土宗的道场，为净土宗培养鸿鹄人才啊！这诸位也不能不知道的啊，唯有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才能够把鸿鹄人才培养出来。学多了，学杂了，不行，他不会有成就。啊，又何况佛在经上常讲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；一法门通，一切法门都通。学成之后，你将来弘扬任何一宗都可以。啊，只要你再用一些时间，你去认真去学习。啊，所以忍就是承认，就是肯定，就是把心安下来。大乘一章九卷。有这一句话说，慧心安法，明智为人，可见得人是智慧呀、啊。智慧从哪来？是从定来的，从清净心来的。啊，人要不能忍，就心浮气躁，他没有智慧。啊，人能够忍，他心是定。定生智慧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慧心安住在法上。这个法是你用智慧肯定它的，啊，你安住在法上，这名叫人。慈上法人，住家之舍不一，有浅深之别。啊，这就是。第四十七愿愿文里面所说的人啊，直说清净欢喜的平等住，
修菩萨行，具足德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。这是经上的原文，没有说明这个人的意义，所以国家也就是不同的宗派对于这个一二三人呢有不同的解释。念老很慈悲，都给我们举出来了，例如人王经，人王经讲五种人。第一个福人，第二个信人，第三个顺人，第四个无生法人，第五极灭人。人王经上是五种。人王经四记，这是注解啊，注解名字，他里头对这个五种人有一点有解释啊。这五种人呢，从初地开始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无漏性叫性人啊，这是第二个。在性人之前呢，福是把烦恼扶住啊，也能忍，那功夫浅啊，到性人呢才算是真的都真正信心啊，不再疑惑了，叫断疑生信啊。这个是第一个啊，初二三地。无漏性就是断疑生清净心啊，清净信心。说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去向无生啊，无生是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但是没证的啊，向这个方向呢精进，成为顺人，顺着这个方向去走啊。顺七地、八地、九地住念不生，名无生人啊，也叫无生法人啊。那么十地妙觉啊，得菩提果，名极灭人啊。这是从初地讲起啊，人王经上的无人，古住经家中有任佛人、信人、顺人及本经之三种人啊。本经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啊，有这种说法的啊，甚至由于最初佛人之上中下三位，这个佛人呢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这个三位认为是无量寿经上讲的这三种人，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啊，应是即得一二三乃至无生法人啊。那么这是念老的评语啊，这种讲法，这就是不承认他方世界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经上说应时即得一二乃至无生法人。
无生法忍这个地位高啊。啊，那一人二人怎么会是福人的上中下三品呢？那位置太低了。啊，所以下面念老就提出疑问，但据经文，这个经文里头三人当中包括无生法忍，这经文上讲得清清楚楚啊。啊，第三是无生法忍呢。位移里头有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忍，啊，所以念老讲这三人当中啊，包括无生法忍啊，这个是经文上有证据的。位移下面讲了。康僧铠的本子第三十四愿书，摄我得福，设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。这有无生法忍。那诵译的呢？闻我名者，应时即得初忍、二忍，乃至无生法忍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经文上很明显呐、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，决定是无生法忍。这个真叫有凭有据啊！不是随便说的。无生法忍，一般大乘经上讲，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所证得的，这个地位高。啊，十地是极灭人的下品，等觉是中品，妙觉果位是上品。啊，这也是过去许多大德啊，全是这三种人与本经的经义相应的。啊，那么这一二三人，我们看看注家说法，然后细心观察与本经的宗旨相不相应。啊，哪一种说法相应啊，特别是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得人应当是得无生法忍啊，这个前面二三人呢，不可能是一般菩萨啊，应当是化身菩萨级别高的，才能够讲得通。